辉夜，辉夜，吃早餐吧。谢谢啊。昨天晚上，麻烦你了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没经过你同意就那样的。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我也是。做的什么梦啊？什么叫我也是啊？
吃早餐吧。谢谢。昨天晚上，麻烦你了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让你自己收拾残局的。客厅的气球我都处理掉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都忘记了吗？你就没记住点别的？别的？别的？别？别的什么？没事，不吃了，我要迟到了。